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给大家讲汤加讨伐阿豪，图普四世国王70岁生日纪念章。这章是在1988年7月4日，汤加为了纪念讨伐阿豪图普四世国王70岁生日而发行的，面值为50番加的纪念章，尺寸为150×70毫米，发行量为仅仅5000张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票面设计，正面是汤加国王讨伐阿豪图普四世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背面，背面是汤加瓦瓦乌港。只有日期为1988年7月4日的50番加纸钞属于纪念钞，其他日期的则为流通钞。因为这张特别稀少，所以价格也特别贵。我能收到这张全新的，我真的特别高兴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期待您的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